阿伯哦，爱讲哦，建国一代，不是，不是建国一代，爱讲哦，群众大会在隔壁排去吐，伊是袂输甲吐白，哇，伊在吐鼻面，你知影无？哎，我是好，等你讲过讲话讲话，伊包一个红包献迄个奉献。对啊，你吼，阿伯输甲吐啊。不是，不是哦，他喜欢跳舞啦，喜欢跳舞，喜欢跳舞，应该是的。我听讲，我跟他很熟妹，你这样一直看着我，你要乖乖，我给小丽姐倒台。不会啦，他喜欢看歌台啦，也没有恶意啦，所以没有关系啦。你老爸是无，你袂去炸灯厝是无？我知，面计袂食，我下面较死。你看你挂目镜，伊嘛挂目镜，你挂无，伊嘛挂无，我加班的，然后传到里面。我加班的。你唱完才拜伊拜回听，你看，你唱的白灯啊，你是嘛烧香？阿伯啊，阿伯，阿伯啊 ，Speak English 诶，阿官话啊 ，Speak English 诶，是咩？嗯，你那讲伊徛食风厝诶，是咩？啊，哦，我哦，唔知，你那甲我讲，我甲你讲咯。食风厝对啦，四楼诶，伊厝。是咩？后杠小金。哈哈哈！风厝四楼。唔捌啦，捌啦，小金我去唱，逐年都真过去唱歌啊。是吗？每一年啊。你去的是？麻风宴，麻风宴隔壁，连小金也有。小金我们是A 座的，那个比较最轻微的，可以放出来的。我们在他的肯定。哦，你去，然后去小金的难题的哦。你得要入去小金唱歌，然后我去每一年都去。你得要头对对行到对啦，行到对了，你看路卡就对了。你唔通头一起来呀？你讲咧？哎，笑诶，分机无？是咩？笑诶，分机无？看到咱笑诶，分机无？他碰见是真笑诶，分机无？你查某也叫你笑诶，分机无？所以讲你条件你对人行就对啦。没有人会跟你讲话。我发一摆啦，我会对行，咱该行还行，对行对人就要对行。你停我对停嘛，你回头啊！你错唔白，你哪有咁好？你得什么死人骨头？你别去犯招啦！我每一年都会去唱，不要看他这样，他有佛心的，他人很好哦。麻风病的，那去。手累的无？无啦，麻风病的。你那老公那个手咧，压一万块咧。哇，你手为个麻风病，一个给想一粒去试唔试哦？还有一种麻风是，也不头隆重凉，就点隆重跳的，他会隆重去跳个。有啦，我们都有时常有去唱这些就是慈善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都去干，廿堆都去行路的啦。啊，都要行，咱堆咱都行，都等咱个妈来呀。啊，大家吼，啊，欢喜就好啊。对啊。对哦。啊，咱也免分钱个啦，只要地块都对人出了头，下底边靠不公，多地了。你哪会晓听？袂，有诶会晓啦。有诶会晓。哦，有诶会晓啦，有诶经好诶了，厝内人无会甲传转去。有诶。有这样啊？对啦。对啊，他不是金龟金玉龟嘞，有一些精神病的人哦，那个嘞，一拿放一刀，伊袂安怎？你闯灯出来，你过再来了。他就会复发。哦，来疼啊，疼啊，电梯解气解落解。我拄了，我出边一个啊，你脚筋好好啊，佮闯灯来啊，啊你往起坐啊，电梯坐坐到三层啊，一楼坐疼疼疼坐放内底，起落坐三层哦，我出去啊，那么起落，啊拄了我冇看到啊。啊！你哪有啊？王哥来跟我讲啊！哎呦，阿妹，你连你个小人拢比你较大只啊！你看，我讲你讲什么？讲卡卡大只，啊，退啊！啊，那垃圾人乱听。我唔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啦！我唔相信啦，这些笑的。来了，我们接着下来，我要欢迎下一位要出场的歌手。哎，这位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要站在那边叫人家红公鸡啦。少年的点点袂水嘞，我感觉即摆就如水。少年的点点袂水，伊讲你老了，讲你老了，我袂想。如老如水哦，因为最近我看他上了《黄金年华》那个电视节目。哎呦，啊，如果出来已经六点就睡了，换回去了，换成男，哎呦，真的很漂亮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陈小希。什么代志 ？OK 吗？那你给你穿哪里换？这位OK 啊。啊。七月的服装。我唔包看你穿哪里换嘞。阿诺嘞。我唔包看你穿个老。你老咩？不会啦。啊！我讲你老古早你爸爸那款老，干嘛了嘛？有啦。不会啦，你老。妈会老，你看后边啊，哎呦。你是要趁机磨你的手呢？我是这样讲。唔，你都可以。都卖磨啊，不过都靠电话较好啦。别使啦，别使卡啦。啊，你我电话。
这点了，我是属于那狂的，那个狂哦，我是属于那个狂。你转开哪里？没有人打你的啦。你去啊，政府部门，你卡政府部门，你说 Bless Zero。好听 ，Bless Zero， 没事。Reception Zero。我白转世界，拢受伤的，拢是恐怖的。因为即阵大家拢总吼出来，搁手机，常常莫甲人讲话，常常甲手机讲话，当厝就常常咧怪嘟嘟嘟。对。哦，我的妈咪嘛是特别迷我，来莫困困，常常起咧做啥物，看人的物件，看你肩膀做啥物。你信我？对。我妈咪嘛是大家直直嘟。哦，他也会。玩的玩丑的，你丑的，你玩的花钱过来干。我妈妈是钓鱼而已。我学开玩笑啦，越来越漂亮。很可惜啊，这个年纪还没有男朋友。没有。你的儿子又不要娶她。这么多秀了啊！你的儿子又不要娶她。等一下，你叫我叫玩家娶伊啊！是。来啦。你别出来，你别出来，家己操夫机无够烧，计是媳妇家你别到烧咩？对，小刀不归给我老银锭。你不是讲你戒掉？哎，戒不掉哎，好难戒，这个戒抽烟很难戒。爸爸，你认识的人这么多，介绍。对啊。三十万回礼。别啦，一种菜别人介绍的啦。有诶哈。别人十八号徛规排，他免通来，别常来。不是的啦，要介绍我诶啦，不是。哦，我平常总个派诶。你相机就是无叫，就叫就叫贵，你知无？无看好诶。相机就无叫，不一定是坏牌人啊。我朋友上好看两，你知影无？两，看两阿无？两，辉哥咯，微平地这样嘛，一辆。对不对？没有，别叫我看，我那是叫张家欢啊。黄浩峰未派。黄浩峰未啱啦。太小了啦。你这太小啊！伊，你知黄浩峰个人是未派诶，人是老实斯文斯文，而且淡薄软了。能就是我你家讲话正点，你尻川会尖。哦，就是你想要拍伊拍袂落去迄款子。温柔啦。哎，袂使叫伊去看马啊、走啊，哎，找伊去拉高比啦，去图书馆看册啦，迄款。人家去喝嗨T的那种。手脚自己控制。哦，真的。不可以要他去那种做比较激烈的。讲那种自己人了，不是他那种温柔型的。算了，你自己找了，找不到了，这样不用嫁了。对啊，免啦，嫁不了嫁毒啦。本来要交35，就未生了，就派了，顶起。吃老麦的，吃那个吃老麦的是爱生汤。你讲什么？我刚听到你丢酒的，真的。你是做你讲啦，你是讲。我真惊你讲了。你是讲做嘞？你是讲又唔敢讲阿错。吃老，然后佮无爱嫁，你下对就生汤的啊。来，今天都是在安排这个比较经典的歌曲，来送上一首校园民歌。等一下，我要问你示威一下，你们等一下真的录了这个录影带，要继续中播啊？哦，对不起哦，我们的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啊，那个同胞，刚才那一番话全部是佩芬叫我讲的，不是我情愿讲的啊。对，还有那个度什么的，那挖一个洞给我跳下去的，好。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度啊。来，第一首歌什么杜的歌吗？阿杜的歌。没有杜的歌，我送给大家一首《走在铁路》。啊，走在铁路吧。你最喜欢的。好听，小花，好听。民歌。Yeah.
谢谢我们李春阳的红包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我们的安哥的看到安哥的这个红包，谢谢。那感谢大家，那么今天非常荣幸，非常开心的可以来到这里呢，跟这么多的来宾朋友见面。那么当然也要祝福大家，我们的所有的女性朋友，所有来宾朋友，那么祝福大家呢，在今天晚上都可以度过个非常愉快的这个晚节时刻。那么继续的第二首歌曲也是我们的这个黄河大哥，我一定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来送给大家一首比较早期的这个黄河包非常旧的一首歌，来献给大家这首《Gas Run It's a JK》，来献给大家。好嘞，那么接下来呢，继续呢，想为大家安排的这个下一首歌也是这个华语老歌哈，来送给大家这首非常轻松的一首华语老歌，来安排这首《不得了》，来献给大家。